Hello everyone, I'm Charity. Hi, 大家好，我是小朋友的阿达叔叔。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玩点心学英文。Hi, Charity, 我们今天要玩什么点心呢？ Today we're making Baroque cheesecake. 啊，等一下，你再发一次音，那个字我听不清楚了。Baroque cheesecake. Baroque.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大家现在很流行吃的一种起司蛋糕，叫巴斯克巴斯克乳酪。Yeah. OK, 对，巴斯克乳酪蛋糕。那种蛋糕呢，你知道表面看起来黑黑焦焦的，可是很香很香很香。Yes. 介绍今天的材料有哪些 ？Alright, so first cream cheese. 哦，好，奶油乳酪，这一定很重要的。And egg. 蛋。Vanilla extract. 哦，那个香草精。Yes. And salt. 一点点盐巴。Flour. 这个是哪一种 flour? Low protein flour. 好，低筋面粉 ，low protein flour. 来。And sugar. 好，糖。And heavy cream. 哦，先奶油。Yes. 我们来做今天的巴斯克乳酪蛋糕。Okay. So first we have cream cheese. 啊哈。把 cream cheese 放进去，那你最好是在室温中让它放软，好，这样你等一下打起来会比较容易打。Yeah. 然后你可以把它压，倒一倒。好， okay. 好，我们要放 sugar， 糖，好。OK， 先把那个糖跟 cream cheese 把它搅拌在一起，记得不要用太高速，因为这个不可以太多空气在里面。Yeah. 好。OK。这样就可以了吗？Yeah. OK, 那接下来呢 ？So now we add an egg. 好，把蛋放进去。One at a time. 一次一个哦。好，来。Yeah. 很慢的速度，这样不会打进去太多空气，这样巴斯克乳酪蛋糕才会很扎实。嗯哼。OK, then. Now we can add in vanilla extract. 好。可以把那个香草精放进去了 ，and a little salt。好，一点点盐巴，这样够吗 ？Yeah. OK. OK. 好。Then this one. Yes. Now we slowly add in the heavy cream. How slowly? 要多慢？Let's try. 要怎么办 ？OK. OK. 好，一次一点点这样吗 ？You can just keep adding. OK. 好，你可以慢慢的倒，慢慢的倒，慢慢的倒。Yeah. 好。OK. 来。Now we sift in the flour. 好，把把面粉筛进去。So, same thing. Use low speed. 好，最低速，慢慢的把它搅拌均匀。好，你可以用刮刀再把它搅拌一下，然后看到它的质地非常的滑、yeah. 绵滑细致。嗯哼，其实一点都不难哎，很简单哎。Very easy. 对，非常简单。You just mix everything together. 对，你只要把所有东西倒进去，混合均匀就好了。我们放进烤箱要用什么温度烤多久呢 ？So we bake it at 190°. 哦，190°. For 30 minutes. 烤30分钟。And then we turn it up to 210°. 用210°， 最后哦，就烤完190°，烤完30分钟，再转到210°。For 10 minutes. 再烤10分钟。Yes. 好，我们放进烤箱吧。巴斯克乳酪蛋糕烤好了，外表有点丑丑的，对不对？对不对？它就是要这样，它就是要丑丑的、焦焦的，但是它很好吃。来，我们来吃吃看。嗯，入口即化，你含到嘴里，蛋糕就没。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A blessing in disguise.A blessing in disguise, 因祸得福，背起来哦。Yep. Disguise 这个字是伪装的意思，所以呢，有时候祝福是会伪装的。不要以为你遇到这个挫折、困难就觉得很灰心、很丧志，说不定祝福就在里面。
马上就会出现。好，晚点新学英文，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